祝香港浸会大学五十五岁生日快乐！我是传理学院二年级的同学，我叫李伟林。我叫谢磊，我是就读于中医学院二年级的同学。我是尹达，现就读于香港浸会大学生物学系二年级。Shirley 啊，我知道你跟我们香港的同学一样，你参加了很多学生的活动，是吗？是的，我今年呢都有幸成为了和富领袖网络的庄园，我与我的朋友们一起组织了很多活动，让 Mainland 的同学和 Local 的同学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和了解社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那我呢就参加了香港浸会大学登山协会，在我们的协会中有来自海外的同学，有来自香港的同学，还有Mainland 的同学，我们一起去登山，一起去游水。通过这个学会，我们增加了对香港本地的认识，以及朋友之间互相的了解。其实啊，我们大学很多活动可以让本地的同学、内地的同学，还有海外的同学一起去参加的。我们学生会呢，也有很多不同的活动，让全校的同学都可以参与的。我们也有其他活动可以让同学更加认识这个社会，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。最后，我们祝大学会有更好的未来。我祝大学的全人发展越来越好。祝香港浸会大学的创新与教育更上一层楼。